爸爸。大哥哥。你去烤羊肉串吧，你这个造型特别好。是吗？嗯。哦。跟妈妈拜拜。亲爸爸。哎呦喂，你完蛋了！我今天给你我。哦。给大家看看他这个睡姿，太舒服了吧！你再吃，我们就不用做成饼干了。我还做饼干干啥？他那劲儿干啥呀？他吃这个吃的贼开心，做成饼干反而不吃了就尴尬了。其实这样的时候，其实是最健康的。大家好，我是浩哥，好久不见。我们今天本来要拍一个做饼干的 vlog， 现在看似我们已经结束了，那我们这期 vlog 就到此结束，拜拜。浩哥的 vlog。Hello， 大家好，我是浩哥，好久不见，我们终于回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我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一个月我瘦了大概18斤。你们在吃什么？擦点油也是没谁了。准备好了吗，小崽子？过来，帮助妈妈完成一顿饼干大餐。这个头都没了，头呢？完了，来，你先帮妈妈把这个紫薯倒进去吧。用筷子把这些夹到这个里面来。嗯，对，把它放到碗里啊。妈妈等好久。哎，好吃吗？吃，真棒！一边帮忙一边吃，等你弄完都没剩几个。得意呢，小朋友，你吃早饭了吗？爸爸问。吃啊。那你现在这个吃什么？加餐。那你午饭还吃吗，小朋友？嗯，还吃吗？你得说说他早上吃了多少。你早上吃了一个鸡蛋，一个面包，好几个圈圈。你也想露个脸是吗？看看你的小主人还在偷吃。对啊，剁成泥。你来，我来夹，你来剁，用这个，宝宝，用这个，捣泥，对，这个给我，我给你夹进去，我放进来，你在这边剁，剁。
咱要不喝点水，做个圣诞树一样的。那你也抓紧决定。怎么了？因为你再不做，一会儿你的食材就没了。现在已经只剩一半了。哎，你再吃，你妈就没得做。哎呦！大哥哥，叫。因为装修队来的，老婆能给我拿点面粉。谁在叫我呢？正在给祖宗翻肚皮呢。等一下，酌情添加，不是让你补脑全倒进去。旁边这个还在吃，最后连棒子都不放过，他已经把他那碗吃光了。怎么跟我想象中不太？啊，你们把屁股捏住。Oh no！ 啊，怎么办？你弄吧，我不行，你帮我弄一下。咋弄啊？看爸爸要做饼干了，快看！爸爸做饼干了！做饼干了 ！Oh no！ 哈哈哈哈哈哈！剪太大口了。什么又是我的问题了？是剪太大口了呀？那你直接举模具里烤不是更好看吗？它的难点在于，有的香芋并没有磨碎。那我们放在这里吧。人家香芋堵着那个出口出不来。我们把这个挤到这里吧。Much easier. 我也要挤一个。加，拧它。对。是你的吗？太好看了，像一条小鲨鱼。不能破坏你的作品。好嘞。嗯。你嘴咋了？他喜欢他的这条小鲨鱼，哪怕饼干失败，至少我们烤了土豆。25分钟够吗？哇，这么虔诚吗？大家集体蹲在这里，有车有水，在这露营吗？还有50秒，非常好。好，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开箱，热浪，很猛，哎，别浪费，你看，看爸爸，嗯，好，妈吃，还可以再烤一会儿，
咬一小口烫，吹吹吹吹，先吹吹，呼呼呼呼，先呼呼烫烫，烫不烫啊？刚才不是说烫烫吗？吹吹，呼呼呼呼，自己吹自己吹，自己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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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口上呢，好吃吗？他说跟我吃刚蒸完的没啥区别呀。还不如蒸我蒸完直接吃。好吃吗？还要。把你手开门。再烤会。怎么了？你要拉着爸爸去干嘛？哦，这个啊，妈妈说再烤一会儿，就是不还没有太脆，妈妈喜欢吃脆的，可以吗？再烤一会儿，再烤一会儿。我知道你太喜欢吃紫薯了，特别是烤完之后，哎呦，对，你其实已经吃了一大盆了，你知道吗？再忍一下，再忍一下，宝宝，你看，哦，快了，快了，还有9分钟，再等等，再等等，来，我们玩别的，走，跳舞去 ，music go， 陪爸爸跳舞，跳舞。下来 ，music，music。等你过来 ，pick up，pick up，pick up。你喊，这个，哔哔，我前方有障碍，哇，你撵到他们了，我前面有只乌龟，要想，哎呦喂，乌龟，哎呀，好可怜啊，哎呦喂。烤好了，那吃什么？拿出来，拿出来。哎，真的是，防止儿童误食，防的就是你这种儿童，什么都往嘴里塞。你还要爬多高？嗨，妈妈，带我们看饼干去，走。一二三，三二一，呜、哦，烫烫。我的爸爸。烫烫吗？这股热的。没脆呀、啊。差不多了。妈妈。嗯，妈妈。一二八。烫，烫不烫？有。摸一下，摸一下，烫不烫？哦，烫不烫？给我展示一下这条鱼，这是谁挤的？这是我们俩，啥意思？烫烫烫烫烫！啊！我爸爸有一个，嗯。这就是外焦里嫩，是烤的好吃还是不烤的好吃？嗯，不烤的好吃。你怎么微笑不说话呢？给妈妈尝一口。嗯。嗯，谢谢。嗯嗯，
你烤的，这不是你烤的。造型非常好，给我展示一下。看看，真的是条鱼。鲨鱼。喷火龙。嗯。魔咒来了，拿着碗上来画圆了。哎，你这样说画圆，你又拉着我，你刚吃完吗？啊，不懂。你说你要什么？好，别烫了，别过来烫烫。看他那表情，现在那碗已经伸过来了。烫，烫不烫？烫，你放进去，碗拿好。烫烫烫。你就举，对你以后长大就举着碗吧，你到谁家都不会缺饭吃。烫烫烫烫，小小口吃。对，对，哦，哦，妈妈要走了，妈妈要迟到了，妈妈要不要错了？别举着碗找你妈了，待会我给你。妈妈要不要错了？爸爸抱你，我们送妈妈，亲亲爸爸。亲亲爸爸，亲亲爸爸，不行，要出去。为啥？外面冷。要送。你去烤羊肉串吧，你这个造型特别好。是吗？嗯。哦，羊肉串儿。好，出去开门，开车库门，开。按呢？上面。上面。谢谢，鼓掌！不要记得关灯哦。阿贝，你怎么停进来的？停这么近。老司机了，一把劲的吗？是啊，太厉害了。不然呢？他帮你关车库吗？好。快，妈妈走了。Follow a kiss。Follow a kiss。跟妈妈拜拜。再见，拜拜。啊，妈妈注意安全。好的，冷不冷？亲亲爸爸，爸爸陪你，亲爸爸。哎呦喂，你完蛋了！我今天跟你我们俩今天结仇了，跟你说。啊！哎呦喂，你完蛋了！你要不要找我化缘？来，我教你说化缘。好，说我来化缘了。对，把碗呈上给爸爸，把碗拿起来。好，对，好，来把碗伸过来。好，给你一个。好吃吗？咽下去再要。好，那再给你。这么爱吃紫薯吗？我不爱吃。碗。
还没塞嘴里就没了，吃完再要。给你，给我，给我，立，怎么说？还要？拿筷子，好啊，拿了，然后呢？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还要怎么说？怎么说？说求求老板。嗯。哟，耍脾气。你这个态度，身为老板是不会给你发工资的。别别。爸爸的土豆是真好吃。爸爸拿筷子，爸爸看看我这个土豆，看看妈妈烤的怎么样。哇，地上的也捡，不错，珍惜粮食。做好了吗？还要出发喽！按一下这个按键，你的船就会飞起来。Give me five！ 耶！耶！船要起飞啦！来，爸爸给你玩个好玩的，我们来坐过山车好不好？准备了，
太棒了 ，Give me five， 耶、yeah, ，亲亲爸爸，太棒了，宝宝，哇，欢迎到站，非常优秀，很勇敢啊 ，Nice， 下次再来，大声。好，再来一次，高好快就，太棒了 ，Give me five， 耶，亲亲爸爸，看坐过山车的时候要怎么样，把手伸起来，伸起来，对，这只手，对。像这样，对，就是这样。好，你掌握了过山车的精髓啊！哎，爸爸鼻血都喷出来，真棒！那我们再来一次，啊，开心吗 ？Give me five。再热一分钟。他午饭都会吃的比较多，所以给他拿这个盆吃。我挺喜欢给他用盆吃的，因为他的体力消耗真的还蛮大的，所以稍微比平常我觉得会多吃一点。另一只，走。对，好，开始。Say hi。好，说我们吃饭啦。坐你旁边吃的酸奶，爸爸的酸奶，你要尝尝。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不行。各吃各的。爸爸培养你的抗感染能力。对。你要跟我交换，那我吃你的饭了。嗯，咱们家没有小白。好好吃的胡萝卜啊，太香了。嗯，我吃大的，你吃小的，你看这个大的。嗯，看你舔过了就得吃下去。好，我帮你吃一个。嗯，你吃你吃你吃，闻闻。啊、哦，闻闻，啊，这简直是神仙才能吃到的东西。嗯，嗯，咽下去了，耶，咽下去了，耶。哎呀，嗯，你爸从小就是肉食动物，最爱吃肉了。怎么你不爱吃肉呢？嗯，嗯，你看，你看，嗯，喂，爸爸，嗯，你是爸爸喂你，你喂爸爸是吗？等等等等。
这个老营养了，哎呦，这个太营养了，这吃完可以绕地球三圈了，来，好吃，太营养了，这怎么这么美味啊？啊，闻闻。来，最后一口，完美，清盘。好了，开始。来，给你纸，把它们擦到爸爸那里来。对，擦，来，这样擦下去。这两颗。啊，个个都来了，真棒！好，咱们擦桌子下面的。好，这里。对，扔进去。感觉很不错。哦，你拉了个球啊，你这好厉害啊，给我。赶紧过来洗屁屁，过来。哎呀，臭臭，别动别动，手手手，别动。走，我们要去睡午觉了，现在是12:20，我们要睡大约2个小时午觉，睡到2:30或者到3点。睡醒之后再开始我们的下午生活。自己拉拉链，太棒了，宝宝，准备睡觉了，宝宝，好棒 ，I love you， 你爱我吗？你也爱宝宝吧？你现在要乖乖睡一个午觉，我们好好睡午觉，才能快快乐乐成长，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爱妞。自己睡了好吗？拜拜，睡一个 ，blow a kiss， 真棒，坚强，忍住眼泪。我帮你把窗帘拉下来一点，坚强。拜拜。睡的时候可以对他稍微狠心一点。让他自己睡，一来呢，如果有人在里面陪着他，反而入睡更慢，他会觉得他还在兴奋中，还要玩。然后二来呢，他哭一会儿，其实正好就把他早上还没放完的这波能量放掉，然后就可以好好睡了。所以哭一会儿没关系，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确实需要陪着他一块给他讲故事，然后让他比较舒心的睡，但中午就没必要。
而且他自己睡的话，对于我们大人来说，就会有自己的时间，比如这个时候就会吃个饭，看个剧啊，看个电影什么的，或者是工作一会儿。然后我们在楼下就会用打开 iPad 看着他，如果他有什么实在是睡不过不好睡或者不开心的，看他实在难受就可以上去拍拍他，不然的话他这么他也不是很闹，就是把最后这点电放掉。很快现在12:30，5分钟之内他就能睡着。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睡姿，太舒服了吧，就这么就睡着了。天，发给他妈看看。这个是我用过所有健身软件里面我觉得最能让我坚持并且最有效果的一款，就是配合着 VR 的 Quest 2和 Quest 3都可以。关键是当我的身体觉得是身临其境的时候，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专注力会上升，然后我的效果就是比你就在家里面做出的汗会更多。不过 VR 戴久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戴个帽子，不然的话你的头发因为被这一条绳压着就会变成一个牛魔王，两边翘起来，当你摘完 VR 或者你旁边有人看你的时候，那个发型简直是特别的死亡。当然我减肥其实并不是靠这个运动，我主要是靠身体的特异功能，不然也不可能一个月掉18斤16斤，还在减的过程，我的目标还没达到，我目标是要减25斤，所以我还在减。啊，我小崽子睡得好香啊！行，运动完抓紧时间吃个饭，弄一下工作，然后等他下午醒来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要陪他陪到晚上。